今天主要是这个，一个是就是我们开工仪式的一个庆典活动，同时呢，我们跟这个宣传 Foundation 有一个后续的活动，就是他们会宣布第二批这种 non-profit organization 获奖的名单。你们拿到这个补助对有什么帮助了？对不对？我们这笔钱是从 Trillium Foundation 来的，我们主要是用于扩建我们这个 Career Service Center， 就是我们职业中心。我们会扩建三个教室，另外再加三个这个辅导室，同时呢修一下我们这个房顶。Can you move to the front? We have some.先排已經是做過一個，先排那個有11個得獎，不是得獎，即是11個能夠發放的，今天還好一點，有進步20個，這個是這錢是特別給一些尤其是服務社區的，是 non-profit 不牟利的機構，就是給他們或者去擴建或者裝修多方面的器材，就讓他們能鞏固多一點，鞏固好之後就能夠就增廣他們服務這個社區，這個是好事來的。今天在這個延寧草基金就他選了20個團體出來，我在這裡就去宣佈一下，高興一下，希望就是多些其他的將來的機構能夠拿到這個撥款，最重要的是去服務社區，服務我們的省民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friends from the media, welcome to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CPAC Annex. It's a beautiful day and a wonderful for groundbreaking ceremony. Great. Terrific. Excellent. Just looking right here. Hold on. Just a couple.